后来过来这件发生伫个新北市的南口，这个爸爸是在离京，甲计带300万的名车违规停伫个路边，佮甲两回后生反锁伫个车底，当时的气温超过35度，赶紧来扬请着消防人员，共破车窗来救囡仔。想袂到，甲囡仔顺利救出来了后，这个爸爸唔是感谢，竟然是来怪罪消防人员，甲伊车门的钣金甲敲坏去，这真正是好心去予雷惊。在你六秒钟将车窗的玻璃卡破去，规面扭出来，顺利为内面将车门拍开，但过一日头前，这两位查甫囡仔已经着惊。做老爸真唔敢惊，讲因后生若看到青云人，会搁较不安，想要入去车内。不过这玻璃皮有可能伤到人，警消坚持入去。抱小孩子上去，门一关，小朋友就顺手一按，他还来不及到驾驶座，就已经被锁在外面。昨下晡，这个将近300万的名车停伫南口仁爱路边，车主落车发现讲，将后生锁伫车内，同时气温超过35度。这个做老爸卡一日救，希望讲赶紧救人，救了算。一开始有说啊，那比茶头卡放平安的啦。然后最后他有说啊，其实也是我的错啦，所以我也不会要求你们什么。安全的考量，可能就是因为现在夏天很炎热，那车子发动久了，可能会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的危险。破坏的过程也难免可能会造成说我们车体钣金部分有些损毁的部分。有人在现场看到，人讲这个老爸唔拿红线违规停车，而且法律规定家长袂使将12岁以下的囡仔单独留伫车内，也若无就违法了。